为什么我听会见枪声？小心！对，对谁带地黑？又是你！我不利用色情。有些赶快的位难过被救人，我靠，救什么人啊？讲到这边秘书跟咱害人赶快呢。夫君，一身的魔气，魔咒，不怪大帝会爱我来处理，其他的人撤开。谁也不准侵扰帝门枪声。迎接的国秀，精神以后开始你进攻的时阵咯，乔治来。乔治来该是发动攻势时阵了，小兄，再等一阵，等什么？如之前所言，咱的战力不足，所以需要等待第一波的援军。援军，王牛啊，阮来了。老子头，恁果然无失了。苗疆的人，难道红英苗红，红英苗红，创新火效救援，鲲鹏玉殿红干，惊鸿加以天对立。雄鹰中恶邪红魂，西彪王，俏如来，国王来得慢了吗？彪王来得正是时候。王叔，无论任何代价，国王出犯，誓要将你救回。一波援军，辽阳三大奇条亲临战场，一场帝门攻防战正式进入决战时刻。金雷枪王面对突如其来的千雪高明，天后小令顺利破坏宝塔，救回雄鹰。新韩宝塔飞烟是会被大地飞所控制的，怒发强势进逼段新风，暗中观察一切的龙与红袖，是在试探什么？又想了解什么呢？因是会介入为帝门之战带来变数呢？玉帝上情，请继续收看《金光依旧开始》玉石佛劫第十五集，光明中的黑暗镇压。